大家好，我是老表，现在已经2天没有更新视频了，也是有原因的。峰哥去外海回来啊，又找了一艘还要长还要大的快艇。当时决定要去的时候，哎呦，我都心酸哦，那一块呀，哎呦，经历了2天。我又回到了脑洲大了，现在呀，哎呦，太累了，太累了。现在呢，那个正片呐，可能现在是搞不了了，因为太累了。哎，现在只能搞一个那个预告片给大家欣赏一下。哎呦，那个大蓝水呀，哎呦，20-30米见底的那一块呀，哎呦，那个水呀，当时我在水下面呐。哎呦，我自己都在那里笑啊！那个水，哎呦，像那个玻璃一样，那个镜子一样照自己一样。哎呦，看那个水，哎呦，一眼挑穿的感觉哦。哎呦，那就先不说这么多了，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预告片怎么样。我是老廖，峰哥现在已经回来了，带了很多那个大鲍鱼啊，挺大一个的。昨天晚上呢，峰哥叫他那个老同学呀、啊、过来吃那个野生大鲍鱼啊。他那个老同学呀、啊，有个大快艇，准备明天凌晨就出发了吧。这次我也去吧，挺快的。我们。等一下就准备收拾一下那个装备，该带的就要带了，要是明天照相就来不及了。好了，我们准备收拾装备了。不打了。现在已经出发了吧？现在呀，准备去到我最初梦想的地方了。现在是凌晨。4:30，thank you.
完午餐，准备下去而已。简单的午餐，现在整理一下装备，准备下水了。枪在这里，等一下可能要带这个防水壳下去，因为这里水太深了，这个相机的话承受不了。但是带这个东西的话，我就怕它隔音效果不好，还有那个水压的叽啦啦叽啦叽啦叽啦啦啦响的，就这样这一块的。那我们整理一下，准备下水。下水了，希望收获满满。打的第一条鱼最快的，我们看见有大鱼的，来高了。Some kind of